灯是什么嘛？那个灯的作用是什么？啊？啊？粗大。是吗？
是三号家庭的最高43%，其实他们给你的只是一个参考的指标。嗯，好，接下来呢，我们会请女嘉宾的亲友团上场会场，祝福欢乐，有请晨晨。
你当他做军官。
进入权力翻转的环节。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三个家庭的简历。一号家庭，文人美宗，26岁，职业是财产保险公司的客户经理。二号严寒家庭，30岁，职业新闻工作者。四号贾继斌，32岁，职业是大客户的总监。接下来你还可以选择几个你关心的问题对他们的父母进行提问。我想请问您儿子早上闹钟会到几个，是几点？他的闹钟是6:30开始，7点起来，有时候7:30起来，是这样的。我们现在问二号家庭。他的工作性质就是不用闹钟，每天是很晚才到家。所以他白天其实没有固定的起床时间。其实有时候就我的是闹钟。抢新闻的人。对。他是一个很忙的人。非常忙。那他有时间谈恋爱吗？所以都干不到现在呢。这等着你呢。非常的忙。我问一下四号家。你这个问题我就是有点难回答了。对，他在重庆工作，但是我儿子的工作还是挺有规律的。一定很有规律。郭亮老师你好，我妈不在吉林生活，我在重庆生活，所以说我是7点，我妈确实不知道，因为我的时间真是随着航班来定的。他的时间，他的闹钟是根据航班来确定的，因为他在做央企的一个经理嘛，对吧？好，现在终于轮到我们现场的小红娘们，你们该发挥作用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小红娘们把你这颗红线牵向了这三个家庭的哪一个家庭，好不好？来，让我们一起看看小红娘们给我们的参考的纵队指数。亲友团上大会里出谋划策，晨晨，这是妈妈和妹妹啊，还是姐姐啊？妈妈和姐妹。妈妈呢是特别着急的，但是问到什么节目的都是怎么说呢？所以怎么说这件事就交给闺蜜了。说说咱们在后面看的时候你的感受。那我们觉得说有可能家珍这边可能会选择的，刚开始总监说。但是呢，我作为闺蜜的那种心理也有感的话，我觉得这个二号家庭，哎呀，您说的那么对了，我最喜欢您，我最喜欢您，那聊死你了，你说的怎么这么对呀、我就喜欢您。好，在进入最后的选择关键时刻之前，我们有请三组家庭用一句话做最后的争取。姑娘，没关系的，距离也可以谈成爱，到时候我儿子可以到你那儿去。说别的跟我老着，我牵手就对了。咱们是最合适的家庭，而且你特别好，我喜欢，脸上还有点肉肉。刚才姑娘说了，她说郑州城市，她选择留在了上海，我想这就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吧。有请你家做出你的选择。
但是我有听到几个关键的信息。首先就是第一个问题是异地的问题，是真的觉得如果不是异地，我会选择二好。我会希望大家有各自独立的生活，有各自的圈子，但是我们相互之间是了解的，是同步的，是喜欢在一起的。那这就一号家。那一号家庭就是，异地问题会让我比较偏向于一号家庭。但是一号家庭就是首先一个年纪，对，有个年龄的问题，他不单纯是年龄的问题，就是他希望找一个能管住他的人。他可能不想管人，人家分析到点上了。但是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冷静以及不太会去管事儿的人。稍等。好。喂，胡伟老师你好，有事我认为错。来，妈妈接电话。喂。一段幸福是需要女生自己来做决定的，虽然她是律师，但是决定是她来决定的，成熟和不成熟不是年龄来决定。我希望女生慎重做出选择，我愿意跟她慢慢认识，就这样。好。文人他说了，他说一个人的成熟跟年龄没有很大关系的，他说他可以为了你慢慢成熟。这个伟宗这个孩子说话呀，和他实际年龄真不符，他有点老成持重。对。他刚才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虽然你是一个律师，但是在这件事上这条路应该由你来自己选择。你看这说多好，妈妈，你把人这么感人的一句话给忘了。有一点紧张，他说好的很。我想跟我闺蜜说一句话，我认识15年了。然后我也看到他很多感情的一些经历，包括一些就是是很长，或者是就是还没有开始这个年结束。那我真希望他能给自己多一点的机会。但是我知道我心里面的一些原则性的一些问题，其实我知道我会在某些点上就是会失败，不是我。我完全知道自己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而且我觉得我的其实坚持的东西并不多，所以你的选择是，我不选择。
天我带来了两张机票。如果今天签证成功，那就不要回北京了，直接飞往浪漫的土耳其。哇，大手笔！看来平时对女儿肯定是疼爱有加。那妈妈，您的要求是什么呢？如果今天牵手成功，我就请他吃我亲手给他做的菜。就是跨过他的胃先是吧？对，因为呢，我是一个特别爱吃的女孩。哦，看不出来了。所以希望男朋友特别会做饭，然后甚至我在外面能给我点一桌好菜。我最怕听到对方说的那个随便二字，因为我就觉得什么都随便，我这样的话我怎么来吃饭呢？我就是这样一个人。难怪邓老师老说我，他一问我你真想事儿吗？随便，你想干嘛？随便。但是我觉得你心里是有数的。对，我是觉得你怎么安排我都觉得好。所以我觉得能找一个为我点菜的人就能撑起这家。我明白你的需求，总之就是找一个既能做菜又会点菜的陈爷们。对。行，放心吧。好，接下来我们就掌声有请我们三号李岩嘉宾。藏在期盼之下，跟随着小朋友。
样就能见到他。有点味儿啊，有点紧张。有点味儿，有点味儿。马元妈妈想让马元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男朋友呢？找一个就是爱说爱笑的，就性格比较开朗幽默一点。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好，那司仪呢？司仪想他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哎，老师好。我对他妈妈的这种择婿的标准吧，有不同的看法。嗯，马元啊，我看起来他们两个好像有矛盾，是吧？你得能统一了，你才能安安心心的进到玻璃房去，赶紧的嘱咐他们。妈妈，只要他够稳重专一，你看这人很老实、很靠谱就可以。就说一些别的都是附加的条件。哎，对。好吧，好吧，好吧，交给你和司仪。好吧，来，让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五号嘉宾。Thank you.
肖哥。哎，哪一条？我女儿呢，可以给你介绍一下。个子170，身材也很好。她吸收了我和她爸爸的优点，长得天生丽质，眼睛尤其很漂亮。天生丽质，男子气。她平常喜欢游泳，健身。他还比较喜欢这个足球，他喜欢看足球，所以呢，希望你多关注我们家。好嘞，记住了，阿姨。从北京迁到西安，特别想找一个北京的小伙。对。另外，我的女儿呢，这个做饭做得很不错。如果你要能跟她牵手的话，以后在吃这方面就有口福了。厨艺随我爸。哎呀，羊肉火锅。Thank you.
经常跑步，上健身房，但是前行不会跳高标舞。听我呀！我希望以后你教他呀。对呀。没问题。对呀，这俩大长腿翘着，波波腰来着，多好看。对呀，特想演你俩。好。然后想问一下，阿姨有没有从小教过她一些艺术方面的这方面的熏陶？有没有？没有，前提就是就学习了，没时间学别的。这说长得长得对，真好啊！那个鼻子干嘛呀？老公快点让他看看鼻子长得怎么样。哈哈哈哈哈哈！好吧。太逗了。哎，刘老师，我听见。哎，陈妈妈接个电话，来，务必来，我看。哎，妈妈，我不参加保龄球队嘛，但是虽然打得不很好，我也爱玩儿嘛。然后，对对，然后我不是光学习的，然后我不是还利用我的身高，然后给他还走秀模特来着嘛。虽然艺术方面不很多，但是我会画画一个吧。啊，我特别喜欢画画，这也属于艺术方面嘛，对吧？啊，都给我说出来啊！我跟你说，会画画，我跟你业余走秀做模特。那别人画什么画？田琴没有说固定的，但是田琴什么漫画他都会画，就是天生的就会。有这方面天赋了。对对。嗯嗯。好。关注田琴。好嘞，好嘞。好。那么各位父母还有什么想要表达？好，李岩的妈妈给我。我想问一下，你除了喜欢体育和舞蹈以外，还有其他的爱好吗？基本所有的运动项目我都喜欢。我不是，我说的对于这个看书，就对读书有什么兴趣？读书我平时好像不是特别专注。啊。你爱想看书吗？对，我爸一个礼拜能看五套。我觉得书是人类最好的一个朋友。是的。所以我就想呢，如果说我的女儿跟你有缘的话，我希望你们以后呢能多看一些书，因为书能修养一个人的心性。我家书房非常特别大。对，特别大。我想问个问题。来。马云的妈妈，小孔，如果你选择我的女儿，怎么处理你们感情生活中的磕磕绊绊呢？通常和女人讲道理，一般都不会成功。哎呀，我喜欢，这点不错哎。因为女生大多数都开始感情动物，所以男生一定要把控好整个节奏。可以。恭喜你，有三位嘉宾选择了你。接下来你将进入权力反转的环节。首先，我们了解一下这三位嘉宾的简历，请看咱们身后的大屏幕。一号，田心嘉宾，田心25岁，职业是国企实习员工；李岩34岁，美容工作室老板；马元24岁，职业是播音老师。接下来，你可以选择几个你关心的问题，对父母进行提问，以便。更多的对女嘉宾有些了解。成绩问了。啊？什么意思啊？那好，接下来我们每组嘉宾还有四个秘密情报，可以你选择一个对他们进行更进一步的了解。好，请看身后的大屏幕。来，一号甜心嘉宾，甜心，韩国古典秋香，你有演出过米其林东北爱情故事，选择一个。东北爱情故事。来，请看大屏幕，东北爱情故事。这是我的妈，我俩，你看我爸多帅。东北爱情故事指的是他爸他妈。啊。对。你看我们那个时候的人多么质朴，你看他爸俩手放在兜里还提裤子，那那裤子提成啥样？我特别喜欢这张照片。这方面上全都是对了。哎呀，但是你一看没有？年轻的时候，这俩都是有颜值。多大的时候？啊，那阵儿有甜心的，甜心那会儿几个月？你22都有孩子了？嗯，早婚早恋，有点早恋。太早了，什么叫有点早呢？哎呀，害羞了。不会越早要小孩，他应该越优质。呀。哎呀。人家的女儿也很优秀。我可以重要给我选个男好，会说话。来，三号李岩家庭。
明星啊，这不得去人家家舞台，人家不可能把他们都带这儿来，对不对？来，请看四号马原的家庭，马原寻找夜华。我才知道这点事儿啊，夜华谁你知道吗？你也不知道，那我就没找。哦，我也不知道夜华是谁，寻找夜华。我真是你娘亲，又怎么会不要你夫君呢？你夫君是我的心，我的妈，我的宝贝甜蜜酱，是不是？他的手里吧，我的，错吧？这是我女儿配的衣服。真的，你没有看出来，好厉害。我不是很吃亏。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我们的火眼金睛的小红娘们将把她们手中的红线。最后签下哪一位女嘉宾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姑娘们给出的速配指数，请看大屏幕。小姑娘们也多的真是啊，谢谢你们。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一号。哎呦，急死了。四号，拜托了。一号，一号，甜心，甜心，甜心。一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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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号。哇！我心动凉了。一般这种情况不算最高。谁说小红娘可准了？那不一定，可准了。一号家庭得到了最高的速配指数。但是呢，不管小红娘们打出什么样的指数，最后拿主意的是你，好吧？好，好，那么要请上陈晨级男嘉宾的亲友们上场，为你出谋划策。我们掌声有请陈晨。哇，妈妈，哦，这是妈妈呀。两位姑娘，你们从玻璃房里走出来，和男嘉宾
别说了，会有对的那一个在合适的时间会。哇，李岩觉得特别好。嗯，我看出来李岩有点哭了。对，李岩，交给我了，不着急。我想说一句，我觉得真爱不能强求。既然这么优秀的男生是为了我们这么优秀的女嘉宾来的，所以我是真心的祝福他。真好，幸福。谢谢李岩。别寻那一个，你看着多好的人，他和你就差那么一丁点，而那个更合适你的人还在远方等你。对，不要着急。谢谢，谢谢。好，迎接你的公主甜心。
进来做一个协助吗？我来找你的时候吗？
Thank you.
Thank you.
哎呦。